K-pop 女子组合 IDOL 在海外的第五张迷你专辑 I Love 获得了积极回应。这张专辑于10月17日发行，在40个国家的 iTunes Top 按播排行榜上名列前茅。专辑主打歌 Nude 也登上了国内各种实时排行榜的榜首，证明了他们越来越受欢迎。这张专辑表达了想要展现真实自我的决心，凭借即将发行专辑创下了职业生涯新高。他们的第五张迷你专辑 I Love 也打破了自身的记录，预订量超过70万张。该集团的唱片公司 Cube 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强劲的销售数字。他们的新专辑的消息引起了世界各地粉丝的极大关注。我们正在预测另一种综合症，如 Tomboy， 并看到销售额可能比以往更高。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紧随乐队突破性第一张完整的录音室专辑 I Never Die 之后。该专辑以热门单曲 Tomboy 为特色，这张专辑的预订数量为17万张，这意味着该乐队的预订销售增加了4倍。作为这样的自作曲女团，可以更好地把握自己团队和专辑的特色，有这样越来越好的成绩也离不开大家的付出。爱豆韩社 Mary 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